一。提前跑过去没用，提前跑过去他妈一个阵回到起点，搞五码距离监视就行了，到时候背起。去了还不能打断，要等所有人过去才能打断。还不能用位移，位移插队是不行的，这波是必须排队过。哎，我想问个事啊，这个近战是不是不会被点强化脉冲手雷优先？我没中过，我中过。近战的话应该可能死人了，才会中过优先。他是不优先被点，对吧？那你 DPS 快点。你如果近战优会被点的话，近战怎么打呢？那要分散的不是吗？近战哪个鸡巴？如果近战会被点的，我是从来没中过。我意思就是你 DPS 快一点，你带的近战多，那就不带近战就是吧？这 boss 全带近战。但是我感觉他如果全点完远程，一样会点近战。你看技能说明书，必点三个，是吧？你不带近战，你的意思远程治疗点满了，他就去点近战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肯定啊，那没有人放了。再放一轮就放满了，哦，两轮。结束了，转阶段了。打慢了。带雷的在后面等一等，不带雷的跟着一起走。你们哪个治疗留的，我给激活。哎，谁去把这个汤了先？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这个中路可以直接过去的，不用被弹飞的。那就是来的不要用就一样，除非别的炸不到人。太好，这没得救。过。妈的清零，我给你激活，你变熊在那边。过来了，别断，别断。我操，这伤害怎么扛？我这边崩了呀。好，我们这里已经安全了 ，clear。我们这边还断，别断，别断，断了，可以断了，可以断了，活着的都过来了，活着的都过来了。后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个武僧，我操！放弃他，断了。啊，我肯定活着的，放弃。武僧有没有被点？好像在路上就不会被点了。我只是在踩雷而已。就重置线的别动啊，别人躲啊。激光来了，激光来了，大炮，我操！你们两个换吧，我去踩一下雷看看。我记得上这个雷也要排的，这个雷有软狂暴，这个雷好像也要排。武僧踩这个基本上可以全程一个人踩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他妈都要死了还全程一个人踩？不是，上次这个东西是可以闪避掉的，现在改掉了。我们还打得回去不？好像打不回去了呀。打回去要打60%啊！那你说你武僧体能踩，那转阶段的时候你一个人先走一下，然后你踩一下不行吗？别，你踩这个雷有范围伤害。躲雷的吗？他在人群前面啊，然后他后面人群啊。分型能踩吗？不能。啊？你们这就跟以前那个。出去，你他妈还想打下一轮？你是用什么踩啊？是不会被击飞吗？武僧，他意思说他之前可以闪避，知道吧？现在闪避的是伤害还是闪避的击飞啊？他说的是这个雷，这个雷，这个、我知道，现在 P2 的雷对吧？嗯，这边的这个雷以前我可以。